请主委，请主委。主委，您早。如果我们这个会期要让目前已经协商完成的版本，主要要完成数位汇流，好，跟相关的管制，当然相较于现行的制度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性，跨越了非常大的一步，好，这一点本席要对叶委员的辛苦持非常高度肯定的态度，好，如果我们要让他先过，那个前提是假设主委会在下个会期，您说的三月，提出反跨媒体垄断的专法。我们对外征询意见。啊，那几月会提出？如同承诺的征询的意见在六月之前。那如果征询的意见认为不应提出，譬如马英九告诉你不要，然后吴敦义也告诉你不要，陈冲也告诉你不要，跟委员报告征询各界意见，所以征询各界意见没有得到正面的支持，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会不会坚持送进来？征询各界意见所包含的就是我们公民社会的所有意见的来源，它是最重要的，并不是在征询总统府。所以你只承诺，你在这里只承诺三月会提出一个草案来征询意见，你愿不愿意承诺四月就把征询的结果送进来，或者五月就送进来，或者